开心系嘅马主啊，系啦，所以你睇下黎生好开心头先，所有马都系开心开心啊！好啦，第四场赛事公开赛澳门三级赛啊，短途精英杯千二米准备，黄旗举高，准备，举咗好耐喎，黄旗。好啦，你啦，一开闸嘅时候，好啦，见到较为快啲嘅咧，嗰只玩具劲咧喺外档，我知咗出嚟喎，大外档相当快嘅咧，辉煌成绩嘅啦，然后内档嘅咧，先见到慢慢上嚟嘅，有龙之霸、禅山骏，咁啊再后啲都跟住嘅咧，就呢个长胜将军啦，然后咧，好啊爆发咧，大概咧喺呢个五六位之间啊，然后跟住嘅咧，先至有啲多欢笑啊，嗰闸马喺后边嘅，潮州大兴啊，跟住嘅咧，唐亚精英都放唔到出嚟啊，飞咗出去大外档嗰啲咧，见到系。威风啊，咁后面几隻马呢就仲有呢就动机王出闸都脱脚喎，而家呢喺个尾二啊，而家喇喇声呢开始涌上嚟啦，澳特区呢就暂时包尾，转返入嚟直路，咁就喺前面呢就玩具劲呢就拍住呢个辉煌城，一对马呢大概带嚟都有三个零马位左右㗎啦，咁有龙之霸喺个内档嗰度进入上嚟呢个第三位呢，然后爆发呢喺个内档度冲上嚟又删咗唐亚精英嗰个位喎，咁外面再吹上嚟嘅马呢见到啊仲有啲禅山骏啊嗰啲呢，然后啊外档再吹㗎啦，先至有啲动机王啊，中间上嚟有多欢笑，拉屎嗰几步呢知道出嚟嘅呢就係有龙之霸多欢笑，第三名个终点呢影相嘅呢就是、潮州大兴啊同埋呢日禅山骏。好啊，真係揀 Sir 赢吧。6.5 就不过多欢笑都好犀利嘅，五六条 Q 啊，十六倍。五六睇下四跑唔跑到啦，定係长胜将军啦。有龙之霸多欢笑啊，睇下四定一。咁四定一啦，四个好似都系四嘅，四高啲喎。潮州大兴跑第四啦，如果系。禅山骏、潮州大兴，即系呢啲干块地嘅嘛，即系又系干块地。哇！咁、啊、就嚟噶。6.5，12-3蚊都算夸张。咁你过到第三关就应该系值6.5噶。咁啊，系嘛？不过咧 ，Q 咧就呢个多欢笑嗱，几犀利嘅多欢笑。不可能呢跑少一兩個 run 嘅呢隻馬就。跑個第二都 OK 啦，叫做有交代啦。又係史文樂又攞第二個杯喎啊。嘩，今季贏六場㗎啦，有龍之霸。好厲害。多歡笑跑第二。要影相第三名，帮我哋睇落就禅山骏好似力压呢隻潮州大兴㗎喇，睇落就係。禅山骏啊，我哋啊鍾意啲㗎，因为可以中到三重彩嘛，係咪合理赛果。慢咗集动机王啊追返上嚟得个近啲，冇辦法啦。寸土必争嘅时候，你慢慢集咪争得远。嗯，咁啊，拣 Sir 咧就只系有位置 Q， 就构成唔到 Q。不过主力都抌晒落呢只度噶啦，几夸张啦噶，13.5啊！哎哟，好有信心。时间都好快啊，1:08.5。1:08.5就应该是一个新的班制纪录喎。唔系。1:08.9。1:08.5是啊。影头马上啦，咁跟住又要去攞杯噶咯。系啊，
呢边啲马出紧去啊，咁啊唔使理佢住，嗰啲五班嚟嘅啫。我哋睇咗呢边班长先。咁首先呢就有请澳门赛马会董事兼秘书长官乐仪大律师将奖杯颁发俾胜出嘅马主苏顺先生。恭喜晒！咁咧就继续有请官乐仪大律师咧将奖杯颁发俾胜出嘅练马师简炳慈先生。恭喜晒！继续有请官乐仪大律师将奖杯颁发俾胜出嘅骑师史文乐。唔该晒官乐仪大律师，亦都系咧恭喜晒各位嘅得奖者。呢一个时候咧，主礼台就会拉起彩带，喺正台上咁多位嘉宾影翻一张合照留念。请各位嘉宾留步，开香槟继续庆祝。澳门短途精英杯嘅得主已经已诞生啦，就是五号嘅有龙之白脱颖而出。在这里呢再一次恭喜胜出的马主、练马师以及骑师。我们的颁奖仪式亦都已经顺利进行啦。这个时间交返给直播室的同事。好啊，唔该晒啊。稍后会有个访问的。是的。咁啊，好开心啦。要请阿简 Sir 嚟问下嘛？点解今日应该系？点解今日咁年青嘅咧？我哋阿简 Sir 应该会。今日佢话不嬲都喺澳门打比预赛之后，喺今次嘅澳门短途精英杯又可以赢马咁啊！简 Sir 今次三路轻兵系咪志在必得嘅咧？其实都唔系嘅，咁啱我嗰啲四岁大四岁嘅马系好，所以我尽量咧不都冇话边只好边只又唔好嘅，三只都系咁跑嘅吓。咁啊，讲翻啲咧，就系有龙之霸都算系你今季嘅代表作喎。应该系啦，因为我嗰只马咧就好有进步咯，所以个马主咧，佢好中意攞杯嘅，所以我特登咧，佢叫我抱叻呢场杯，所以俾佢威下啦，我笨上心嚟啫。咁啊，仲有冇信心今年呢一匹马就喺季内仲可以攞头马？我谂啊，跑多一场到咧，或者俾佢唞下树啦，因为个马主咧系好中意马。同埋咧，好愛石馬嘅，唔想咧就跑到咧就啊殘曬，係嘛 ？OK， 唔該曬，簡 Sir， 恭喜曬，簡 Sir。OK， 多謝多謝。同埋咧，仲有兩場咧，我一千場頭馬噶啦，嚟埋香港。好，咁啊，預祝啊，簡 Sir 可以攞一千場頭馬先，咁啊，交俾直播室嘅同事。